Welcome to this afternoon special event organized by the Property Investors Alliance. We are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PIA's 3-year anniversar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show our special appreciation to our clients, business partners and associates. Let u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to welcome our Managing Director Justin Wang to kick off the celebra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all staff from the Property Investor Alliance, I welcome all of dear friends who are present today to help celebrate PIA's 3-year anniversary. Today is also our Thanksgiving Day. I'm very grateful to see about 600 to 700 people here, which include not our property investors, also developers, builders, banks, finance broker, legal professional, and associate from media. PIA is considered fairly young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and we are growing rapidly during last 3 years. Just in year 2008 alone, we have helped our client to invest more than $100 million residential property in Sydney.第一，我要说的是感谢大家过去的支持和信赖，可以说2009年将会是悉尼住宅地产不同寻常的一年。如果2009年的澳洲的经济，澳洲的经济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房价必然会上升；如果澳洲的经济不尽人意的话，那么利息就必然会什么进一步下降，所以就会出现租金收入。租金收入和我们的利息支出完全抵消的这样的一种可喜的局面。不管是房价上升，还是因为利息下降，导致我们投资者这个现金流支出降低，或者甚至趋零，这都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投资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华人同盟提倡的是长线的投资理念，只要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我们相信在座各位，我们一定是悉尼住宅地产最大的赢家。我是2年之前成为华人同盟的客户的，从那个时间以后呢，我就是听了华人同盟的投资理念，我觉得特别有道理。虽然我自己也是在大学里就是学经济的，然后现在又做管理咨询的，就是通常一般都会对所有人讲的话都会比较存有怀疑，但是我听了 Justin 和 George 跟我讲的这些投资理念，我觉得真的是很正确。然后在这样子的相信的情况下面，我也就做出了我的第一次投资的那个决策。认识华人同盟应该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我来澳大利亚已经4年了，在那个时候刚刚找到一份工作，也是2年前左右吧，能够希望在澳大利亚稳定下来，能够有自己的房产和自己的投资的房产，这样呢，我听了很多讲座，其中偶尔一次呢，能够在Hurstville 和华人同盟的一次讲座，参加华人同盟的一次讲座，这样呢，我就结识了华人同盟。并且呢，在这个讲座上面，我非常认可华人同盟的理念，所以呢，我就一直追随着华人同盟的理念，实施了我和我太太的第一次的房产投资。我是在2006年8月份的时候开始觉得应该买一点房子了，因为一来就是说。
收入相对来说还可以吧，需要退税。那个时候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参加了华人同盟的这个讲座。但是一听这个讲座呢，我就被他们这种投资的理念呢就深深的打动了，而且我深信不疑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所以很快的话，我想也就是三个星期以后，我就参加了他们当时正在卖的一个楼盘，那么很快就拍板决定了。我之所以跟华人同盟一起来从事这个房地产投资，因为我也发现到华人同盟关系非常的好，它关系好并不是一种利益上的关系，而是一种真诚的人和人之间建立一个比较更加值得信赖的更牢靠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我相信比那个多么便宜买多少房子能够赚多少钱比起来呢更加重要。我来到澳洲时间不长，其实来之前呢，我都在家里就想要买房子的想法，但是到这边来就很迷茫，其实很多东西都不太了解。我自从认识 Alan 王和 Sophia 之后，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澳洲地产的知识，而且改变了我很多的思想。因为以前我认为只有自住房才是最好的，但是现在我才知道投资是最有效的，在澳洲这块地方。我是作为一个母亲，在这边带一个孩子就是比较不容易，那么他就帮我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同时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吧，我就是看好了那个一套房子，然后他就帮我做了很多很多的那些前期准备，比如说从律师啊到贷款啊，然后甚至有些税收上的问题他都帮我考虑进去了。到现在为止呢，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做第二次投资。那么在每次去在市场上去看一些房产的时候，我都是会脑子里想着华人同盟告诉我的一些理念，我觉得我都是按照华人同盟的理念的想法在寻求我下一步的投资。所以我非常感谢华人同盟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教育，这是我在学校里在那个工作上都得不到的，所以再次谢谢华人同盟。跟华人同盟开始投资之后，就发觉到，见识多了哈，知道东西多了，也应该知道的东西多了。我说应该知道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以前认为不重要的事，原来是很重要的；以前认为不是那么跟我没有关系的，原来是有关系的。很多时候忽略的事情啊，现在知道这些东西呢跟我有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哈，不单只是一个短期的一种获利的一种行为，而是一种长期的一种关系的建立，我觉得非常重要。也在这儿也非常很谢谢哈华人同盟提供这样一个美好的平台给我们。尤其像我们华人刚来就是很迷茫，关于工作和生活都不太找到方向的时候，这是给我打开一个很光明的道路。所以我非常感谢华人同盟的各位同事给我的支持帮助。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呢，我觉得华人同盟的这个房产理念特别的适合我们，它的那个投资的方向，使我们能够很快的实现，在澳大利亚的自己的住房的梦想，同时呢，也实施了我们在将来的投资的方向，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继续会跟随着华人同盟的理念，一直保持下去。我也祝华人同盟能够办得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我和我家庭的未来也会越来越特别好。
那我就是非常感谢华人建同盟给我的帮助。那么现在就说我都不用特别担心，就是这个投资房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市场都比较好，然后我也不用好像特别费心去照顾那个房子。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我没有时间；另外一方面呢，华人建同盟它同时也有这个租房的一个业务，那租房经理也是非常好的帮助我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面，所以说非常感谢。这一路上华人同盟真的就是一直陪伴着你，帮你一起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说投资的道路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很高兴我能够有这个华人同盟陪着我一路走来。Come on, come on.